这个大丽花的这个芽越来越高了，现在给它加点土。当初覆的土比较浅，是为了让它更好出芽。现在出芽了，给它加土的话，是为了让它后期长得更好，开花更多。盖到入一点点芽，暂时就先加这么多，等后期它的芽再长大的时候再加，加到这个位置就差不多。这个金银花在下雨前没有及时的采收，大家看很多都已经掉了，所以现在赶紧来抢收一下。这个金银花晒干泡水喝的话，可以清热解毒哦。哇、哦、好香好香这金银花。哇，这个栏杆上面都掉了很多。这个掉下来的花也不要让它粘在这个叶子上面，容易烂，把它剪下来。这个蓝血花开始孕育花蕾了，大家看，哇，这个枝头，哇，这个枝头上也有，啊，这个枝头上也有，哇，这里也有，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开花给我看了。